參觀完金沙的商場，跟住又嚟到濱海灣花園啊，即係Gardens by the Bay啊，好簡單啫，喺金沙嗰度一穿過嚟就已經喺依度嘅啦嚇，好簡單。呢、這個花園係必遊嘅咧，嚟到新加坡就。啊！嚟到一個叫 Active Garden， 揾佢啲做運動嗰啲啦，有興趣就去玩一下啦。實份都唔錯嘅，叫嚇。Active Garden。濱海灣花園。最吸引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 Super Tree， 一个巨型树，好像阿凡达那个里面的内容。已经看到那个 Super Tree， 超巨树。看地圖先，我們現在在這裡、啊、最多人去哪裡呢？ Super Tree 在這裡 A、啊、其他那些都是一些附設的。其實條條路都可以去到 Super Tree 度嘅，一睇見到啊，成扎咁高嘅嘢，誒 low 咩？哦，咦，唔俾踩單車喎？講咩？我成日見到單車飛嚟飛去。佢話 low 啫，唔係 prohibit 啊。哇！呢、這個熱帶森林啊，下邊咧已經見到啲巨樹啊！其實公園裏邊度度都見到巨樹嘅，所以唔使驚，唔即行去嘅。啊、右邊那個好像叫咩 Dragonfly Lake， 即是蜻蜓湖啊！哦，依度封咗，唔俾入。啊！呢、這个咬条尾，呢个咬条尾，佢又咬前面。喂，睇到呢啲，我记得小细个一个IQ 题喎。啊，哇！动物园啊，
哇！嗱，呢個就 Dragonfly Lake 蜻蜓湖。哇！北海灣花園啲風景係好靚，環境非常非常之優美。哇！真係最緊要係入場係唔使收錢嘅。哇！幾鬼正嘅，哦，一流啊！流連忘返啊！嗱，個山坡就係 Super Tree 啦，啊，巨樹啊！正。側邊呢個就係咩咧？係 Dragonfly Lake，即係蜻蜓湖啊！哦，好正好正！啊，前面有幾個噴水，哇，正啊！哦，耶！啊，呢條天橋好似係通去金沙嘅啦，見到啦，直接通去金沙嘅。呢、这個係 Dragonfly Lake 啊嘛嚇，依條吊橋自然係咩咧？Dragon Lake Bridge 嘅啦嚇，應該係啦，唔使一定係啊。Dragonfly Lake 當然要有 Dragonfly 嘅啲雕像啦嚇，頭先見咗幾個啦，嗱、这、呢個仲正。Dragonfly Bridge，哇！棵橘樹真係好犀利啊！哇，要用 video 真係影相影唔到嘅。好，打個 round 哦，上面有通道可以行上去嘅，不過要俾錢嘅嚇，係收費嘅。啊，好，即係下邊話咧，嗰條橋應該係叫 Dragonfly Bridge。Garden by the Bay，睇係咪啊？啊，真係啊 ！Dragonfly Bridge 啊，點解咧？因為呢個係 Dragonfly Lake 嘛，嚇、啊。啊，行啲天橋啦，啊，行啲，睇啲背脊啦。我上嚟想影咗條。啊，頭先行下邊，而家行上邊睇下個 view 有乜唔同啦。下邊靚啲，我覺得係嘅。下邊可以捉摸到嘛？呢度好似。
頭先行下邊條步道咧，嗱即係依條步道咧，係感覺個風景係好靚好靚嘅，但係上到嚟咧覺得一般啊。捉摸唔到。唔係，可能因為人係太多咧，頭先下邊有咩我影啊嘛，點樣影？左影右影得噶嘛？依度人多，一來，啊即係差好遠。嗱，走過 Dragonfly Bridge 咧，嗱，跟住就再上去就一條叫咩嘅 Marina Bay Overpass 嘅。第一站就喺度嘅，不過上先啦，去行下啦嚇。嗱 ，Bayfront MTR 行下邊嘅應該就。咪想行下先啦，打個 round 啦。咪啊，我可以行一行睇下睇嘅，應該都可以嘅其實。不過依度有標示，嗰邊前面可能冇標示，唔識點行嘅。一衝上去金沙。哇！幾靚個標喎，依度就真係。哇！幾靚個標喺樹頂上面喎。啊，影下相。見到啲樹喎，嗱，見到啦，啲 super tree 巨樹啊，啊，遊覽完濱海灣花園，嗯，新加坡嘅行程都差唔多啦，啊，完結啊，跟住就步行翻去嗰個 Bayfront 嘅 MRT， 跟住就搭地鐵就翻返去邊度啊？機場，樟宜機場啊，嗯，不過睇下沿途有冇嘢食啊，啊，梗係唔係就要翻機場食嘢啦嚇。我哋頭先嚟嗰啲經過都冇，因為要商場入邊先嘅。好啦，而家就行翻去Bayfront MRT 啦，好。